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Kevin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就是加多利豪园的三房单位，我们现在去看看。加多利豪园就在窝打路道83号，一个单栋式的物业总共提供108个单位，分层 lobby 都设计得非常之豪华，同区罕有。今次带大家看这个单位是高层的私单位来的，实用面积955尺，一入大门口就已经见到我们这个长方形的客饭厅。落地玻璃窗的设计令到单位的采光度极高，单位是有个露台的，现在我们就从这个露台可以望到出去，由下望到上，由北向到南，由加多利山景一路去到何文田的远景都可以被你望得到。单位是属于三房一套的间隔，现在我们就是先看一看主人房。房间的景观和客厅一样是望返远楼景，主人房面积相当阔落，而且这个单位是预留了个衣柜位的。主人浴室重新装修过，有窗，保留翻系用浴缸。另外两间客房的面积大家都是差不多。客厕亦都是重新装修过，原本浴缸的位置业主就改了做旗缸。厨房设计是正实用，而且保养得不错，厨房电器和煮食炉具都有提供，预留了雪柜的位置。工人房都是在厨房里面的，不过就取消了个洗手间。今次带大家看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